到美综合报道，25岁日本男星菅田将晖因演出校队女王女城主之后而走红，帅气外表及精湛演技让他成为新一代男神。上月他与九头身美女菜菜虚传出恋情，却有媒体爆料两人其实是保有关系。菅田将晖日前以啊荒野夺得日本电影金像奖影帝，他也自曝肥了演出剧中拳击手的角色，拍摄期间需要节食，性行为也全面禁止。但上月他却被拍到与大他四岁的菜菜去共度春宵，在外界都以为男神死会时，日本网络媒体CYVO 却表示菅田将晖与菜菜是因合拍银魂女城主之后及广告擦出火花，但两人并不是男女朋友，而是一起过夜的保友，而双方的经纪公司也被爆出对多家媒体下达禁写令，不准记者追查后续，否则一律封杀。高姿态的要求非常强硬，菅田将晖遭保于菜菜绪只是保有，反射自菅田将晖爱记菜菜绪身材火辣又九头身美女之称，反射自菜菜绪爱记菅田将晖日前才夺得影帝。资料照